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有这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成立好？我相信全国的投资人，你们是有智慧的，眼睛是雪亮的。我昨天在节目上跟你说什么？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说什么？我说如果你在过年前，各位都没有买股票，这段时间你的二月份你都没有进股票，你就不要随便乱做了。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我说如果你安全带你如果不挂好，现在开始进入三月份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震撼教育。我昨天就提醒你了，各位，什么叫震撼教育？我说如果你真的会做，两边大赚，赚翻了，走路有风。如果你不会做，你两边被打巴掌，你赔死了。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这样讲？我现在有一段 VCR， 各位，就是我昨天所讲的话，你看看就好。你看看为什么陈立豪的会员这么喜欢陈立豪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10月30号那一天，全市场的人不看好台股，因为台股盖往下杀。我陈立豪跟你讲，回补跳空缺口15961到16015之后就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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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了2000多点。我当初就跟你说过了，涨了2000多点，我提醒你不要再来追股票哦。我说会拉回，各位，拉回了将近400-500点。我在1月17号又跟你讲要动了，又大涨800多点，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到了2月底了，我昨天跟你讲了，我昨天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开始要剧烈震荡。你如果会做，两边赚，跟我们一样看侧标。我的神盾，我的华晨，我不但做多，我还放空，我是两边赚。四星 KY 今天杀下来，你敢买吗？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今天跟到了一个老师，你要有实战的经验，你要真正在股市要有真正实战的经验。各位，当行情下杀的时候，很多人踹了一蛋，我高兴到不行，机会来了。当机会，当股市往上冲的时候，很多人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哈，我准备出股票，准备兼放空，我就是这样做股票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吗？因为我们真的是一流的股市，一流的老师，顶尖的老师啊。像这种股市，各位，你看今天大盘，各位是不是跟你讲，各位大跌的时候跌195点哦，小涨16点到大跌195点，收盘跌93点。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你想不想听看看？听完之后，等一下我再拿手机跟你验证，我再验证上面所讲的。你看我侧标上所打的，买华晨，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放空华晨，赚35块，对不对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放空华晨赚35块吗？回补反买，今天赚17块，神盾大赚，赚了181块之后，各位去放空神盾，各位今天放空神盾哦，放空赚34块哦。结果打下来之后玩锁单，我来告诉你什么叫锁单，好不好？各位大赚，再赚将近快20块。我光今天神盾做2次，一个放空34块，一个买赚20块。各位，今天的四星 KY 杀下来，很多的会员说老师怎么办怎么办，我说赶快去买，你赶快去买就对了。各位，最大的价差还有150块的价差，你敢吗？你有这种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跟着陈立豪吗？我如果今天等一下印证的东西有造假作弊，会员帮我轰出股市。跟你需要的是这种盘中真正实战经验第一名的老师，顶尖的老师，而不是那种造假作弊、欺骗、吹牛，整天在回吼栏，听得懂吗？我连测标的日期我都打给你看了，对不对？挣多少钱我也打给你看了，对不对？给我现在有一段 VCR， 你看看我昨天怎么跟你讲。我早就跟你预告，
迈入三月份，还没进入三月份就这样了哦。迈入三月份你就知道了，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安全带绑紧，我就跟你说过一定会叫砰砰砰砰砰砰。各位，震撼教育，你看看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震撼教育，请看 VC 啊。立豪在今天要大声的疾呼，要告诉所有全国的观众，如果你在过年之前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你都没有赚到钱，各位，迈入三月份，请你投靠陈立豪，你什么都不要问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各位，三月份迈入三月份，台股会很精彩，而且各位会让你吓一跳，也会让你有震撼教育的感觉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刚刚立豪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讲迈入三月份请你来找陈立豪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要听好啊，你要听清楚啊。进入三月份，如果你的心脏不够，你的心脏力不够，各位，你来找陈立豪，听懂吗？因为进入三月份，台湾股市会跳来跳去的，很严重。你相信我，如果你真的做不好，你会被两边被打巴掌。如果你做得好，各位不得了了，走路有风，因为你都赚翻了。全国的观众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每次在紧要的关头，我就在救你呢？我每次在紧要的关头，我都可以救到你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刚刚我跟你讲，去年10月30号，我跟你讲，赶快买股票，会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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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涨了2000多点，涨了2000多点之后，跟你讲不要再追哦，因为还会拉回修正哦，拉回4500点。1月17号又跟你讲开始要动了，各位，创历史新高，涨了800多点，对不对？昨天已经提醒你了，即将迈入三月份，行情会震撼教育，我都跟你讲了。你知道全市场第一名的老师就是陈立豪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，但是我就是知道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看这档股票，你记不记得我前几天买回什么？你看，我前几天不是买回双红吗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当初2月20号不是买回双红吗？当初买双红，为什么要买双红？哥，你看双红来，哥，你看双红来，你2月20号买好了，到今天再创历史新高，你看，你就2月20号，就算你2月20号再去买啊，买到这个再创历史新高，你看，再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我当初不是买双红吗？啊，另外各位，我的神盾是不是来回做价差？是不是来回做价差？那各位，2月20号买神盾哦。2月20号我们买神盾哦，各位，你看神盾来，各位，2月20号买神盾，你注意看，2月20号买神盾哦，各位，昨天是不是攻涨停？今天是不是再涨，再创历史新高，来到334。好，各位来，我现在印证给全国的观众看一看，什么叫真正实力第一名的老师，好不好？你看完之后，你就踏出成功的这一步，不要这么多的废话，因为你想的再多，你也赚不到钱呐。因为各位，在股市里面，你要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。你如果没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像今天这种行情，你赚不到钱呐。你不但赚不到钱，你会被吓一跳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是要震撼教育嘛。各位，来，今天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真的不会做股票，你真的来找陈立豪。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真的。各位，你看我今天做讲什么股票？各位，今天我们去放空股票，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，你注意看，来，各位，我在今天的330几块一开始的时候开，今天各位看到没有？神盾，各位。今天早上6462神盾，有没有？我就已经讲，今天早上7:51哦，331到335有没有？331到335要放空哦，各位。而且各位，你看我买点哦，我买点在298到302哦，然后331到335要放空哦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全部到了没有？全部命中，你看，各位，今天最低多少？300，今天最高多少？334，各位。
你看我今天早上我在分析所有股票的时候，哥，你看我全部，我分析，你们还在睡觉，我已经在分析了。各位，你们还在睡觉，我已经在分析股票。你看，我分析完毕之后，我告诉我会员该怎么做。你看，光神盾就好，298到302，哪一个先到，哪一个先买。如果先到331到335，就放空。早上7:51，好，各位来，我说298到302是买点，对不对？各位，7:51就讲了，你看今天最低多少？300。我说331到335要放空，各位，今天最高多少？334。好，各位来，你看哦，今天这档股票先到这边哦，你如果去空，各位你看，你这边赚多少钱？你这边赚多少钱？赚了34块。而且各位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我不会欺骗，我不会吹牛。我今天所拿出来的，如果有造假作弊，我的会员帮我轰出股市。各位，我就是陈立好，听得懂吗？各位投资朋友们，6462的神盾，我们之前是做多赚大钱哦，之前做多赚大钱哦。各位，今天330到335间放空，各位赚了34到30块。各位回补反买，各位，你如果真的回补反买，你是赚20块。好，各位来，你看今天你不管做空或做多，你两边都赚。我昨天在电视上怎么跟你讲？刚刚的 VCR 怎么跟你讲？我说如果你真的会做股票，两边你赚翻了；如果你不会做，两边被打巴掌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我在7:51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，他的 range 就在那里。各位，今天早上神盾有没有买点在298到302哦？各位，331到335是放空哦，各位。你看今天最高多少？334，买点多少？300，准不准？准到吓死你！各位，这档股票准到吓死你，因为各位为什么这么准？因为听我的就好了嘛，你听得懂就听，听不懂就算了，无所谓 ，I don't care， 我只要帮我会员赚钱就好。所以各位，我现在已经累积了362块的价差，神盾哦，价差哦，各位，今天你去放空，你10张赚33万，100张赚330万。你今天去做多，10张赚20万，100张赚200万。各位，今天大盘还在那边蹦蹦蹦蹦，各位震撼教育，我还教你赚钱。股市一流的老师啊，从头到尾用手机验证。全国的观众，你如果有看我的电视节目，你有参加别的投顾，你告诉你别的投顾的老师，要跟陈立豪一样，不要造假、作弊、欺骗、吹牛。听得懂吗？各位，今天有一档股票。除了神盾之外，各位，你知道华晨？你看我陈立豪厉不厉害？各位，我昨天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华晨吗？我们不是华晨做多放赚钱了吗？2月23是不是放空？我是不是放空赚35块？那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我528到530我回补吗？回补反买吗？各位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？各位，你看昨天来，你看我昨天来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。会员注意，昨天两个字哦，华晨空单回补之后，现在520到530可以买回做多。好，各位，我520到530有没有成交？完全成交。各位，你注意看华晨来。各位，你看华晨昨天哦，你看昨天的收最低多少？528。我说525到530哦，各位全部成交，成交之后是不是收538？到今天我带出了，各位你看看我今天怎么带出。哥，你看我今天怎么带出啊？你看一流的老师，哥，看这个来，会员注意，温馨的提醒，1519华晨525到530买的，现在540了，会员可以获利，可以自行获利出场。各位，9:43，我为什么要获利出场？你看，各位，今天我9:43讲，到了9:48，9:53全部在高档545全部出光了。出光之后，哥，你看杀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杀下来，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，超级重要。所以各位，我昨天放空，我是不是赚35块？各位，昨天反买，2月25号525到530获利反买啊、哦！哎，我获利反买又赚17块，哥，你看到没有？哥，你看到了吗？放空赚35块，获利反买变赚多少钱？赚了17块。
你看看各位，就算你35加17，你加起来是52块，干，昨天到今天你做多做空赚52块，对不对？干，那你再看看神盾，你看神盾是不是？你去放空你赚33块，你去做多你赚20块，各位，光两次你也赚多少钱？赚53块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大盘今天是震撼教育，收盘跌93点，我还让你赚钱。更不用讲四星 KY， 四星 KY 我今天也赚钱了。哥，今天四星 KY 你看，哥今天最低打到哪里？3815吓死人，各位，3815吓死人了，对不对？踹了一蛋，我的会员做四星习惯了，杀下来很多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你看我声音沙哑，电话接不完，我只要我接到电话的，我一定跟他讲就是买就是买就是买，我只有一个字哦，真的买呀、啊、买。买买，还最低还买到3820的，各位你看今天最低3815，你光赚这一段就好，这一段到这一段你真的赚到了，各位你真的敢买勇气霸气行动力，你赚多少钱？你赚了130到150块的价差。各位你要跟谁？当然跟有一个勇气霸气行动力的老师嘛，陈立豪嘛。来，陈立豪亲代的会员，现在请你把笔跟纸拿起来，老师在今天手机上是不是告诉你我要教你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是一个有责任的老师哦。你看我今天告诉会员，很多会员不了解什么叫锁单，各位你看我今天还分析什么叫锁单，有没有？会员看一下神盾334附近放空到300到305获利回补，又怕大家因为这只股票被警示所以没有办法当冲，我才教大家一招叫锁单，锁单双方在305附近买回，结果现在又322了，天哪，真的是勇气霸气行动力两边赚。好，各位什么叫锁单你知道吗？什么叫锁单？各位你有没有做过外汇？你有没有做过外汇？我陈立豪在高中就开始在玩外汇你知道吗？外汇啊，高中我念建国中学我就在玩外汇了，你们还不懂什么叫股票，我已经在玩外汇了。各位，所谓的锁单叫做 hedging， hedging 就是要把今天你如果你赚到了一笔钱，好，你赚到了一笔钱，你进场之后你赚到一笔钱，我不管你做多单还是空单，你赚到了一笔钱，你要保持着这个单，好，你赚到钱，那你又不了解未来的方向是什么？那好，假设你先买股票，好，给我解释给你听了，会员注意哦，我现在解释给你听了，听得懂哦？来，各位，何谓锁单？何谓锁单？各位，今天我们先放空一档股票，我假设放空，好，因为我看它很不爽，我看它很不爽上去，我希望它下来，我假设先放空，就是融券，就是券嘛，放空，好，那希望它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来，那好，真的，哎，被我们讲中了，放空下来了，那放空下来到300到305块，那你是不是赚34块？各位，你是不是赚34块？各位到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吧？好，没有问题哦。好，你赚34块。那好，那老师在盘中跟你们讲说，哎，可以获利回补了。假设你可以获利回补的话，是不是赚34块？那就没有问题了嘛？对，获利回补了，本金都不要用到。但是各位，今天这档股票它被警示，被警示。那警示的过程当中，有些就不能当冲啊。啊，不能当冲干嘛？我教你一个方式好不好？你去制造一个活的新的买单，也就是说你放空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要回补？回补之后就是 close， 就是结束了 close。 但是你现在又希望说啊，我不知道明天后天的方向是什么，我还想继续赚的情况之下，好，那各位你放空赚34块，你回补之后空单回补，那就是赚34块。那如果你不回补，好，你想说，那各位，那你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办，好，你没办法回补，没办法当冲，那你就是干嘛？实质性的去买单，实质性的去布新单，新的这样新单去买单。因为你如果你没有锁，你没有锁的话，如果反弹上去，好，假设反弹到320，那你是不是本来赚34块，结果被吃掉了20块，被吃掉了，被吃掉20块，你是不是只赚了14块？本来赚34块，结果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平仓嘛，
那结果后来收盘，假设收盘收到320，你是不是被吃掉20块？被吃掉20块，你是不是只赚了14块？那你为了要保持你这个34块，你是不是实质性的买单进场？你再去买，你要跟营业员讲，个人，你要跟你的营业员讲，不要帮我平仓，我要再多一套单买单。你不要帮我平仓哦，我要再多一套单，也就我有空单，我也有多单，听得懂意思吗？那各位好，那你有多单，那纵使这个地方好、哦、杀下来反弹到320，假设你有锁单，那你这边是不是34块之后反弹了20块，这边是不是变成14块，一样14块，但是你这个反弹20块，新单是不是赚了20块？那你也就是说你这边14块再加20块，你有锁单的话，你一样锁住34块，你如果没有锁，你只是剩下赚14块啊，你这样听得懂吗？很简单吧，很简单哦。你如果有锁单，你就是一样34块锁在那边了，我管你上下，随便你了，我找个机会我再解单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今天你没有锁，收盘是收320，那你是不是被吃掉20块，你只剩下赚14块？很简单吧，很简单啊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真的把股票你把外汇玩熟了，你会跟陈立豪一样很厉害的，真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多空两边你都要会做，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，霸气、勇气、行动力啊。所以各位，做股票你要跟谁？跟股市一流的。各位再怎么笨也要找陈立豪吧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听得懂吗？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，我们进入广告好不好？进入广告，那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哦。广告之后再回来。金融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在台湾做股票做的是人性。我为什么昨天就跟你讲震撼教育来回做价差，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因为我们事先都已经掌握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的会员很喜欢陈立豪吗？因为所有事先都已经告诉会员该怎么做了。各位，我刚才说过何谓锁单，今天我们先放空，放空就是希望它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赚了34块，那34块里面有些人他没办法当冲，没办法当冲，那就你去买一个实质性的买单，再布一个多单，那布到多单上来，如果是多单上来的情况之下，是不是吃掉了这边的获利？
哦，如果涨了20，这边涨了20块，这边只剩下怎样？别剩下14块，但是你又多了一个多单，20块加14块，你一样是34块。各位听得懂吗？这叫锁单。如果你没有锁啊，那不好意思，你本来赚34块，到最后只赚了14块。各位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，会员们懂吗？如果不懂，明天后天2月29日，老师再教你一次，好不好？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做股票真的没有这么难，就送你几句话：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各位好不好？我没有股票送给各位哦，我没有股票，我不用每天送股票，你跟着陈利豪就好，一通电话选择陈利豪，比什么都还棒，听得懂吗？我带进带出，你不要管这么多，只要能够赚钱就好，其他废话少说。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的观众好不好假日愉快，2月29日我们再见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